告诉你，他会网络下载所得加他的压比新的信息够便利。税啊，七省快易通，五月报税真轻松。电子发票方便过款到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伫遮有一个光辉消息要报予你知，伫五月二十号礼拜五，时间是对早起的十点半到下晡四点半，伫客家族祭公庙会广场有举办一场光辉活动，请大家踊跃来发挥你的爱心，光辉一地，救人一命，感恩。